卡三次，他来以后他都要卡三次，他才能进来。然后我们想要把他降到一次，那他说降到一次其实就是教育意义的问题了，因为第一次他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嘛。那我们希望能不能让他一次之后就可以知道？那这个真的是很麻烦。我们昨天讨论非常久之后，后来下这个决定啊，我们就做我们最好的，如果真的解决不了，就对。但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怎么让使用者更能够接受这个平台。事实上，Tim 昨天在我们的那个 BOM 有讲过，这个 features， 这个一点pre-alpha 版的 features， 其实早在三四个月之前就做好了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推呢？因为我们后来花了三四个月 Tim 他的经验，每个礼拜有很多机会，然后每个礼拜都在吵这个，就是他的经验该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虽然真的花蛮多力气的啊，这第一个啊，我希望说能够告诉使用者更 open 这些东西给他，然后加深我们的印象。第二个就社群经营的方式来讲。社群经营一直都有一个问题，我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社群多少人？这真的很尴尬，因为谁是成员这件事情是从认同感去着手的。你其实所有的问题都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某某社群社群成员？其实是问你自己，根本没有办法从硬拉的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说 Tim 是我们社群成员，然后请举手一下吧，耶，那是我们的 OK 大家拍手一下啊，谢谢大家。是，因为如果他自己觉得我不是，我只是帮忙一下我就走了，那他其实不是，所以他是不是这件事真的是要问他自己。好，那认同感这个东西要怎么加深他呢？我自己觉得只要你能够让他去参与一些事情，他认同感就会往上升。好，那所以既然参与的认同感就往上升的话，那问题就在于说怎么样让参与这件事情变得容易。好，那我们至少踏出第一步说你来 GFS， 你过来。你如果懂 OpenID 的话，这整件事情对你来讲就三分钟而已。那如果你不懂，你可能要多花个五分钟，我看一下你怎么样推荐你的八卦给别人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引入一些潜在的长期贡献者。至少目前我知道我们抓到一个，昨天在那个 BOF 有一个人上来比赛的时候说他是从胡尔摩沙，我们 Fox 摩沙过来的。那为什么要抓潜在长期贡献者呢？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受一句话影响算蛮深的，就是之前我在写推广或企划的时候。因为前面跟我讲说，他觉得我们是一个 non-profit，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。那非营利组织是为了要推广理念的，既然在推广理念，推广活动的成功与否，就要看能够带进多少长期推广者，而不是 Firefox 被多少人使用。所以，记者都会说，你们会不会担心说，就是台湾为什么没有人用？没有在关心这个的吗？我们希望它提升，但是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件事，我们真的在意是这件事情，怎么能让这个理念推出去？好，那所以这是 Project GFX 的那个背后的一些想法。那我接下来要用很快的速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Fox Mosa 跟社群式的行销计划。那我自己本身是念资管，我觉得说我自己的角色还是希望是偏向管理那边，因为我会写程式，我是 Web Developer，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写，就懒惰啦。所以说如果能够晋升为打整套成绩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Fox Mosa 它是这个东西，放一下全幕，很可爱。好，那他的昵称叫小沙，中文名字叫胡尔摩沙，狐狸的狐，耳朵的耳啊，摩就是摩，然后沙就草字头的沙。那他是在FireFox 2的时候出现的，2007年，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到今年才真的比较用力推。我们来讲一下原因。那他设计者是 Patty，PATTY.NET。他那个时候在帮我要画图的时候，他问我一件事情，说，你有没有属于台湾火炉的印象？你们想要做一个这个东西？所以，这基本上是他一个主动，然后我想很久，但是我不敢这样直接讲，因为大家社群成员不好意思交流太多，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吉祥物有什么好重要的？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？就是就一个其实以promoter为主的社群，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吉祥物这件事情呢？那第一个，我其实想很久要有吉祥物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重要，就是台湾跟日本其实在行销这件事情上来讲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相近。我们都很吃可爱这一套，而且其实说实在，他们的漫画就是一种文化侵略嘛，所以我们都被他们侵略太久，我们都已经同化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另外很重要的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社群刚说过很尴尬，就是一般人会觉得我们是 Geek， 然后 Geek 会觉得我们是一般 User， 对，所以我们就自己讲说OK， 因为我们是要推广的嘛，所以目标对象就是指我们是 Geek，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可爱的形象，然后跟一些东西把。我们想要推的概念就是 open， 也就是自由，跟一些创业的东西，然后带给一般使用者，拉他们进来。好，那我们的几个做法，第一个就是概念股要刚解嘛，那
如果你有在玩 Prompt 的话，或者玩 Twitter 的话，都可以 follow 他啊 ，Fox Mosa。他不是机器人哦，但是我们就是请人来帮忙哦。那我们请人来帮忙是希望说借由他的个性，他去想象一些个性来帮我们抓啊，从中抓对的个性。这跟一般的公司行号设计吉祥物的方式非常不一样。那其实事实上讲到说个性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我要再赞颂一下这个设计，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哦。那我们是使用那个 Google Documents， 然后来彼此那个规划说这个小沙其实大家希望他有什么个性，然后就发给 Department List 里面有十几个，然后大家就上去填说啊，你觉得这个小沙既然要达成什么目的，他应该有什么个性，然后可以填写一大篇文章这样子。那一起拼一出人见人爱的小沙，为什么要人见人爱？因为我是 Geek， 然后所以我希望跟人见人爱比较有人会觉得我们很怪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说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推广方式，像是由台湾，由台湾这边秀一下哈。火狐斗阵游台湾，那这几个点呢是他有去游的地方，那 这几个地方呢是人家有说要带他游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带他去的地方。这个优点哦，那各位可以来这个网页，你可以搜寻火狐斗阵游台湾哦，然后就看到说大家带他去玩，带他的实体气球去玩的一些照片哦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？因为我们觉得说要想办法让 Firefox 让小沙，让我们家小沙进入实体生活，不只是在你的网络上面的第二生活，而是在你实体生活里面出现。那增加一般人涉入的机会，那可以促进他的产业，促进 Nike 的产业。那小沙未来哦，大概讲一下说为什么叫 Open 呢？因为我们第一个是希望说带给我们一些规定上面的增进，好，的规定希望是网络啊，然后希望跟自由有关啊，希望跟创业有关，希望跟国会有关。那是一个吸引你加入的社群，不管你用的是哪一个浏览器，你只要支援 Open Web， 都欢迎加入我们。第二个是我希望可以带进一些行动研究。目前来讲，像我这一类人，我希望可以拉多一点，就是说，你有一些想法，然后你想要研究，但是别的公司还要怎么可能让你进去就超多大的东西，不可能嘛。所以说，我们想要希望说拉一点行销学生进来。你设计一个 project， 到时候说你想要实验什么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觉得 OK 不错，我们小沙可以好好看。好，所以你设计你执行，那你获得结果，你回馈社群，告诉我们说你觉得用这个吉祥物应该要怎么去推广我们的概念，让那些学生他有机会用行动式的方式 open 他自己的概念，而不只是 code 而已来参与我们。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 open 这件事情 embedded 到任何地方去，而不只是 code 而已啊。那这就是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东西啊。那我时间很快就要结束，所以我征求一下，我们现在征求一下那个，我们希望可以有问题，因为就是 code 真的很少，很多网站没写，然后累积一大堆 Q 在那边。像刚说 Firefox 那个推广网页啊，拖了一年多才开始 implement。就是因为写出来计划之后没有人去执行就很麻烦，然后我们希望你有创，你如果觉得说你可以怎么推，那你来加入我们嘛，那你可能需要努力作战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，你自己做一下做一下做一下，觉得 OK 了，然后就想办法帮你找资源拖下去。好，所以如果你 support the open way， welcome join us， 谢谢大家。我还有一分钟，就我的时间来讲，我还有一分钟可以有问题，所以不知道我们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技术含量真的很低啊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都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就要结束面试。OK。